北国春城，吉林省长春市，坐落着一所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长春理工大学，原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58年夏天，经中国科学院创办，这所专门为新中国培养光学人才的高等学校应运而生。建校之初，以老校长王大闳院士为代表的创业者们胸怀祖国，筚路蓝缕，勤奋兴学，使学校名师荟萃，声名鹊起。中国第一锅光学玻璃研制者龚祖同，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者王之江，中国第一台高精度经纬仪研制者薛明求等15位院士在这里任教或学习。大师们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长春理工大学始终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为己任，秉承王大闳院士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发展光电技术学科专业体系，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形成鲜明的光电特色和浓厚的军工文化。13万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一批学术大师、行业领军人才，学校因此被誉为中国光学英才的摇篮。时光流转，岁月如歌，如今长春理工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文经管法艺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吉林省长春市共建高校入选国家百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院校。杰出的教师是大学的精神火炬，以双聘院士、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973技术首席、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云集。1100余名专任教师中，有国家级教学名师一人，国家级教学团队两个，他们潜心治学，倾心育人，发表的学术论文近40%被 SCI、EI、CSSCI 检索收录。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能，明德、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志存高远、坚毅自强、知行合一、追求卓越的理工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15000余名本科生、4000多名研究生和100余名留学生正在这里养成高尚的人格，受到学术的启迪。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防特色学科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博士学位授权1级学科7个，包含25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硕士学位授权1级学科17个，包含83个2级学科、本科专业57个。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教学改革取得丰硕成果，建有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电子技术科学、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七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红外物理、应用光学、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材料现代分析与测试技术四门国家精品课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应用光学、工程材料两门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一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十部国家规划教材，获得两项国家教学成果奖。2007年以来，学校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大力促进创新教育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借助光电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电子、计算机四个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计算机信息安全与网络攻防虚拟仿真国家实验教学中心的有利条件，全面完善了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开展任务驱动式、科研案例式、实验互动式教学，引领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形成了产学研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科技创新竞赛与科研训练结合的学习训练体系。近三年，学生在数学建模竞赛、光电设计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全国大学生单科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励近600项，万余人次参加学科创新竞赛，学在理工、创新在理工的氛围日益浓厚。学校积极推行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以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设立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倡个性、重创新，实行全程导师制，以研究性学习为代表的教学改革不断推出，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目标，开设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精英班及开展广泛的国际化教育项目，有效拓宽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2002年，空军与学校签署依托培养军队干部协议，构建了以优势学科为支撑、以科研训练为手段、以军政素质训练为重点的育人模式，1000余名空军国防生在这里成长为祖国的蓝天卫士。长春理工大学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科学研究为中心的培养理念，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引进美国亚利桑那光学中心原版系列教材，设立创新教育专项经费，鼓励优秀研究生潜心向学，学生先后获得王大珩光学奖、国防科工委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等多项荣誉。作为一所多科性大学，学校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更好融合，经济、外语、法学、文学蓬勃发展，多篇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启动加强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工程，开展好干部、好老师、好学生活动，营造了昂扬向上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氛围，是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近50个学生社团，涵盖学术、科技、文艺、体育、军事、公益等多个门类，
吸引了1000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万象音乐节、体育节、大学生艺术展演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大师报告会、道德讲堂，开阔视野，升华理想。绿色通道、学长行动、关爱学子、圆梦人生。学校多次获得吉林省文明单位、省级先进党委、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长春理工大学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支撑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学校建有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空间光电技术、特种电影技术及装备两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地，组建了国防科技创新团队两个，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中承担多项研究任务，在激光、光通信、光电测试、先进制造、纳米材料、计算机应用等领域取得了近1300项研究成果，初步构建了海陆空天网络的发展格局，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激光敌我识别与辅助通信系统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现已批量列装部队。某性能测试系统、某激光通信系统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特燃站信息管理与自动控制系统、大型复杂结构体的3维面型检测及装配技术分别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新型战机上应用。架数制导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发射器是激光架数制导技术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特效电影项目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特种电影装备，显示出广阔的市场前景。追踪科技前沿，创新驱动发展，学校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共建的国际纳米光子学和生物光子学联合研究中心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被确定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纳米技术方向中方牵头院校。纳米操纵与制造技术中心、中德激光加工技术培训中心分别被科技部批准为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日本日立医疗器械公司、法国波尔多大学等国际著名科研院所共建的联合研究室正在智能软件、计算机辅助诊疗和脑信息处理等领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注重自主研发的同时，学校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以光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为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激光治疗仪导光臂、远距离高清激光夜视监控系统、国内第一颗1/3英寸地外输出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多参数自动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及试剂、人参产品全产业链信息追溯平台等一批高科技产品得到转化应用，与吉林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携手组建协同创新平台，有力推动了光电子产业的发展。由温家宝总理亲笔批示我校代管代建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
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展馆，也是本科教学创新训练实践基地。道引五洲学理，福奏四海衣冠。学校先后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的90余所大学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70多个国家的1000余名留学生来校深造，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增进了世界人民的交流与友谊。50载闲耕不辍，半世纪桃李芬芳，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进程中，长春理工大学正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一所大学的责任与使命、光荣与梦想，为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